大家好，线上线下的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丽塔。那大家听到我的声音还清晰吗？听得到啊，太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在上海中国美博会的现场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周边真的是好多人啊。那我今天在现场呢，给大家带来新品的资讯。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想来到现场吧，想看到我们的爱多美的展会，想看一看我们打造的爱生活理想家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就可以跟着我的镜头和步伐，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会儿展吧。来，大家跟我走。不好意思，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场的人真的是非常多啊，大家可以给他们些镜头好吗？给大家看到我们真的是摩肩接踵，络绎不绝，人山人海啊。我们一起呢从外观上先看一下我们的理想家，我们的家里布置的是非常的家里很多人，家里布置的非常的温馨和科技感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里到处是充满了优品良价的爱多美的产品。那我们一起走进家里先看看吧。来，好，先借个光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嘞，来跟到我。不好意思，好嘞，看到我们的家里真是热闹啊，家里的人真多，家人真多。那我们先进到家里，先从厨房开始吧。映入眼帘的呢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保鲜袋呀、拉链袋呀。哎，还看到，哎，镜头摇下来，看到锅里有什么？是我们的可口的爱多美土豆蔬菜拉面，对不对？好的，看到这边呢，哎，刚才已经围到很多人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包装，是不是看得有点眼生呢？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啊，我看见现场好多人，透露一点点，我们的土豆蔬菜拉面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可是有一些不能吃辣的伙伴们一直在期待着有不辣的口味，对，就是它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不辣的土豆蔬菜拉面，大家期待吗？看到我们家人都说哎很期待，那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积极进口准备的产品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有什么啊，看到了吗？有这个益生菌粉啊，还有普洱茶，看刚才已经有很多人在体验了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肠道的健康啊，普洱茶呢可以让我们减少这种吃大鱼大肉的罪恶感啊。好，那让我们的镜头再摇上来，哎，对，我有点对不起镜头老师，看到了吗？好的，看到什么产品了？好，再把镜头对过我来啊，看到什么了？大家看到这里呢，看到了我们的洗洁精，还有爱多美的浓缩的洗衣液，还有柔顺剂。那大家一定非常期待它早一点上市，对不对？看我的群众这么多，不瞒大家说呀，这些产品都在我们下半年的上新计划中了，你们开不开心？哇塞！这个现场的特效非常给力啊。那我们现场的小伙伴们，你们是不是已经搓着小手，满怀期待？此处应该有掌声呀！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再往前走，走到了我们全球购的展示区。这里主要展示的是健康食品，其中很多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。哎，这个谁把我的包装？哎，我们的鱼油，对不对？还有焕丽饮、红参丹，还有很多女生都喜爱的我们的胶原蛋白。对，我现场教学了。还有叶黄素，还有其他你们没见过的。当然呢，这里呢，我要卖个关子，以后想要知道哪个月要上什么产品呢，请在我们的新品早知道再跟大家一一揭晓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再走到这个各户区域啊，各户区域大家有看到熟悉的面孔了吗？对，有头皮舒爽的舒爽系列，还有我们的草本系列，那还有这个要小心啊，你的手机声音会被录进去哦。还有我们非常喜爱的柔护贝贝系列，那这套系列呢，我非常要推荐给大家的。如果你皮肤呢比较干燥，但是又怕那种很油腻的感觉，那这套含有丰富的神经酰胺，一定是你不能错过的。记住了啊，谁还不是个小宝贝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看到什么了？对，舒缤玛棉毛巾。刚才我已经看到很多人都抚摸过这个毛巾啊，从这条抚摸到这条，再抚摸到这条，大家对这个毛巾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，因为优质的长绒棉会更加的柔软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往前走，来到了我们漂亮的书桌台，这里呢是女生的天堂，这里你看气垫，还有粉饼、腮红、口红啊，好多人在这里啊，都想在这里现场撸个妆，可以让心情大好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展示区，去精品展示区来看一看。好的，哎呦，你看大家人山人海。好的，来，我们来到这里。我感觉我是吸引了一群人来跟着我一起移动啊。然后等会儿镜头在哪里的？这边。好的，那我们这里呢，展示了大家比较喜爱的，这个是什么产品呀？现场有小伙伴知道吗？集中护理安瓶，对不对？0123这款产品呢，是刚才有很多人都跃跃欲试的要去研究它到底怎么用呀，它有什么功效呀，为什么里面会有这种金灿灿的呀？大家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？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金箔，对对对，还有我们的美容仪。哎，这个产品大家知道是哪个什么产品吗？爱诗乐特真言，对不对？它也是获得了蒋英石奖的产品。对，再往这边看呢，看到了，这是我们熟悉的享誉韩国十年荣耀的基础六件套，对不对？这套大家熟悉吗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对，我们现在一直在用它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让我们满足了基础的护肤。那它其中的精华液也是获得了蒋英石大奖的产品。而如今我们今天将继续延续这份荣耀，创造百年新神话。看这里，他来了，他来了啊！这个产品都被大家给
遗乱了，但是我把它摆正了。这是什么产品呢？是飞盐水润系列，是我们基础六件套的升级版，大家期待吗？期待。期不期待？期待。好的，那让我一起坐下来跟大家好好介绍好不好？ 好， 好，请大家注意一下脚下啊，下面脚下小心啊，跟着我走，人太多了，注意安全。 好，我从这里走。来来来，跟我来到这里来。好，让我坐下来好好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。那我这套产品呢，就是 The Fame 飞盐水润系列，将延续基础六件套的一个三大技术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三大技术呢？记得吗？高纯度提取技术，还有一个新鲜草本提取技术，还有多重，对不对？多重液晶技术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一套升级的新成分、新技术，而且它的配方更加温和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升级了什么新成分，好不好？我感觉像一个现场讲课堂的感觉。好的，那新成分是什么呢？因为它增加了可以让我们肌肤增强水分和屏障保护力的泛醇，以及它可以拥有五种不同的玻尿酸，它不同的分子大小，从内到外，从外至内的补水保湿，所以呢，它肯定会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水润。当然呢，它还添加了保护肌肤屏障的肌原力量，就是神经酰胺，可以让我们的肌肤打好补水保湿的健康基础，同时呢，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稳定这个肌原力量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飞盐水润系列采用了什么样的新技术，好不好？那新技术就是补水，不锁水的话，它就不能够代表就长久的这个保湿力，小心一点哦，小心安全。那我们采取了牛油果树果脂，还有呢植物角鲨烷，还有次阿甘树人油这三种油的复合物，它采用微细的这个超微粒子的形式，可以让我们的保湿不油腻，而且还保持清爽感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清爽的保湿，因为它还可以带来更持久的保湿效果，好不好呀？好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 The Fame 系列呢，在韩国它通过了德国的不好意思，还通过了德国的皮肤临床测试，并取得了 excellent 的优秀等级的这个成绩，是不是更想了解更多关于它的这个产品呢？由于今天呢，我们现场真的有很多人哈，那我们还要继续给大家带来参观，所以今天的直播呢，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新品信息，请大家关注大众精品的新品早知道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会在那里呢，跟大家聊更多的详细信息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